六翘，进神胆根部，二分部，还放了一个拖油瓶。这分虽然是薄了点，好歹人家也是本地户口，我匪亲的房产。就是这片回迁就周哥家分的房子大，还能看麻将馆呢。照你的这个性子，瞧洗脚还不能上桌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徐面子来的，来了。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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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哦，三，在这儿，你先看会儿电视啊。一会儿我跟周叔叔就过来接你噻。对，要叫爸爸，叫爸爸，爸爸，叫爸爸，爸爸，记住了不？气死到了嘞！赶快客了。好嘞，这里交给我，谢谢你啊，有什么事？乖哦，你再不要乱跑噻。好，下次来，下次来。哎呦，这个瞎走着呢，怎么的？哎呦，脱了，外套脱了，好看。来，再脱了，脱了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啊啊，齐了，齐了，齐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来来啊！来。Thank you.
客用洗手间在楼下。抱歉。在我家，麻烦学会敲门。是你一个人在弄啊！快快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！哎，我用胶带把这一缠就弄好了。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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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，给你了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哎呀，哎呦，你这个姑娘家家的跟蛮婆子一样，看你以后出去怎么嫁人。妈，你跟周伟峰的结婚照什么时候发？什么结婚照了？快去去厨房把你弟弟和你爸爸喝的热牛奶拿上来。我们俩喝的粥我都已经拿上来了。妈，哎呀，我问你，大清早的，我说股票怎么一直跌，大清早漏了一地财，你这是喊个师傅过来，你能修个什么喽？你把钱拿过来喽。这都几点了，去去去，喊你弟弟起床喽。快
去，别在这儿停留。拿牛奶，叫你弟啊！快走呀！走了，上学又要迟到了。亮亮，你别吐这儿啊！哎，你看妈妈衣服，可爱姐，你这个味太重了，他们不吃这个。啊，好，沈先生爱吃啊，这是我们乡下的秘方，一般人还整不来啥。姑奶奶，哎，你问一下亮亮好不好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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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亮亮，坐好，坐好，来，坐好，坐好。哎呀，乖，来，奶奶喂啊，坐好。早上好，姑奶奶。好好。早上好，妈。月亮爸爸兜里走狗叼。姑奶奶，不要跟他讲土话，这么大的孩子会受影响的。哦哦，嘿，来，哦，奶奶抱。李然起来，坐下一起吃吧。不用，不用的。坐下。妈，我说好了。嗯，哎，你跟李然是一个学校吧？让金师傅一起送吧。不用不用，太太不用，没关系的。你吃完了吗？谢谢蒋阿姨。嗯。爸爸，哎呦，宝贝呀，地下凉，别乱跑。哎呀，宝贝，我们先把鞋穿好，穿好鞋我们再鞠啊。哎，别拉了。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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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爹会做好。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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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你妈总是磨磨唧唧的。他，他，他，你不要再玩了嘞。仔仔，把牛奶喝了。来来来，来，我仔多吃肉，长大个。来，仔仔，哪有大清早吃烧鸡的？我不吃，不吃给你姐。快吃。妈，我有事要说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笑不飞噻。以三，你弟没你福气好，他念完名义初中也不能直升高中。你爸这两天为折校费的事愁都愁死了，你那新校服又不着急穿。这个费那个费，都是套路。跟你们班主任讲，我们硬是不交，他还不让你进学校了。我校服费也就380，周礼轩折校费100000，你们倒是说给就给。看你这崽，真是的！我们又不是说不交，别把人总往坏处想。吃饭了，听见了吧？自打进了这个家门第一天起，你女儿说话就是这么阴阳怪气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虐待她呢，这尖的什么都教了。喝牛奶。今天早上
我把你们的结婚照摔破了。你个妹子，每天毛手毛脚的，手砸破没？哎呀，破了就破了。妈，我在里边发现。雨珊啊，来来来，哎，你最爱吃的鸡皮，多吃点。你这个人怎么？今天什么日子？啊？今天我们家女神大日子。女神？谁是女神？这都搞忘了。今天你妈妈长尾巴，过生日嘞。你们两个啊，谁都不许让你妈妈不高兴。放学以后早点回家，我们一家子吃大餐。好耶！摔得好，早就该派新的喽。我带你到高级影楼拍。来，小倩。吃饭，吃饭。吃饭了，快。这屋里头的东西啊，都砸坏了，那几个人毫无望，说赶人就赶人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飞宇，您先别着急啊。光临呢，既是我老乡，又是同学，这次李然和耀耀又并到了一个学校，冥冥中是多大的缘分，是不是？这样，您先住我这儿，房子咱慢慢找啊。啊，好啊。哎，你把然然搞到了学籍，又留我在你家做活，现在又收留我们，你又不签我们的，我怎么好意思？慕瑶，一会儿啊，你带芬姨他们呢，先安顿下来。芬姨啊，有什么事呢，直接跟慕瑶说，啊，千万别见外。那个，先喝口热水，别着凉了。我明天一早还得出差啊。田奶奶，其实也想让你们住客房的，但是你知道，沈浩老家亲戚多，他没事就过来串门，到时候让你们搬来搬去的也不方便。没事，没事的。来，这边请。哎。慢一点啊。哎。来，进来吧。这个房间我已经收拾干净了，正好露营帐篷也没有人用。你们要是住不惯的话，跟我说，我再跟你们换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棚子好，伢子们最喜欢棚子了。以后在这里啊，可不能打吃不睡觉了。他们家规矩大，住在这里啊，要有眼色，知道不？不要瞎打听、瞎说、瞎看。吃饭不要上桌，碗筷单独收。他们家有个大财，你要好好的跟他一起相处。哎，要好好的跟他学习，知道不？说话不爱笑。干嘛？吃糖吗？你弟弟给的，谢谢。
金叔叔，就停那儿就行，辛苦了。不用了，我先下。不想看到跟差生一块来上学吧？以后不坐你车就是了。小伙子，你真是想多了。这孩子低调，每回停车都停这。批下来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倒是想管，但是进了人家的地盘就得走他们的流程。承办审批需要一个登记备案，现在只有一个人没签字，这事儿吧还得需要他表个态。毛儿，对不起。你的小瑞瑞在里面呢。哦，打扰了啊。吸气，呼气。不是我不支持你，说实话吧，你这十一班纯粹就是胡扯。全国2400万高中生，6万多所中学，没有一所敢拍着胸脯保证清北的录取率。你又凭什么？不是，你说，咱们都步入这个中年油腻的年纪了是吧？还那么记仇干什么呀？晚上找这吃点，好久没去了。你在志向的那套激素教学法在明农并不适用。在这儿拔尖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投入大量的金钱资源还有努力，拼到现在每年也就20几个敢试试清北。现在你告诉我说你要带着一帮年级倒数1年之内上清北，你这不光是在忽悠学生，更是在侮辱老师。哎，你现在平板支撑能超过1分钟了吗？
说呢？叔叔得签字。林明，高校知道你十年前为什么离开志向吗？那你知道吗？我记得在志向那时候，工位紧张，你只有一张不到一平米的小板桌，还挨着西边一个大窗户。一到了下午就西晒就不行，但那个时候你却说自己在享受日光，享受得很。明天要定实习转正的名单，你给我意见，我参考参考。这一届都挺差的。哎，我觉得那个肖瑞也还行，虽然业务能力没那么突出吧，但勤快，工作积极性高。我看过他的课，直接拷贝我的课件，梗照抄我的也就算了，口头禅还学我。什么人啊，学别人口头禅？你觉得志向还需要第二个低配版的雷鸣吗？叔叔，叔叔，还是肖主任厉害啊！都能教体育了。可以啊，叔叔。四五可以签，但是要招不满五个人，成不了班的话，我自己管。懂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华。喜欢帅的哪能看得上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挺帅的。哪里帅呀？嗯，都闲的吧，正需要人搭把手呢，跟我来。搭把手到底要咱们干什么呀？啊，能去吧，走吧走吧。邵老师，我们这是去干嘛呀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张老师，你就说嘛。走吧走吧，别急呀。来，你们几个帮我把这些搬上五楼吧。啊，辛苦你们了，我给你们带路，走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快快快，使把劲啊！嗯，还慢点。快快快，快快快！啊，跑错了。哦哦，是二楼，不是五楼，对吧？二楼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四楼，不是你刚跟我说是二楼的呀？啊，你这次真的确定吗？孩子们都挺累的，这又搞错了。啊！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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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鼓作气，这次肯定不会错了啊！加油，四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走，加把劲，到了。来，进来吧。谢谢你们。
们啦，底下那些估计再搬个三趟就能完事儿了。什么啊？这么有力气还啊？麻烦快点哈，去。说几个事儿啊。第一，校服的问题。我当班主任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交校服费的。程雨山、李然，来，你俩站起来，快点儿。来，你们俩说说。来，哥，什么时间？原来的校服又没坏，为什么要换新呢？李然啊，你动动你的小脑瓜子好不好？现在两个学校已经合并了，那校服自然是要统一的。这么简单的逻辑你还不明白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听你这意思，你就是想退学呗？学校想退了我们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，没必要拿校服说事儿吧？你跟我来劲是不是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谁要是再穿着旧校服来学校，就别想进我这个班。程雨山，你要干什么？山同学，你能坐这儿吗？他在干嘛？开学典礼上立的 flag， 总不能自己拿俩吧？那棵树苗这几天就在办公室，那树根都快烂了。瞎折腾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。还有多少天时间？三天。照准点。一杯杨枝甘露半糖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就他，就他。哎，有点不惹凡尘啊。长得是挺漂亮的。你看，又不知道在等谁，谁知道呢？闭嘴。会进水。哪来的水？口水，口水对猪八用腐蚀性，你不知道啊？
尤其是你。行了，380。这么贵？380？你这讹钱呢？这太贵了，你这。那我再帮你装回去。给他扫，给他扫。行吧。要微信，你去。哎呀，再看。贴膜多少钱？进水，哪来的水？口水，口水对猪八戒腐蚀心，你不知道啊？尤其是你。行了，380。这么贵？380，这太贵了。你讹钱呢？那我再帮你装回去。给他钱，给他钱。行吧，行吧。听说姓雷的也找你了，你去不去？你去吗？我没那个命。多少钱？一杯奶茶。一杯心意奶茶。妈拿过去，刘总送的，野生的，吃的大补，去拿过去，来，到底是他过生日还是你过生日啊？你弟折消费的事，你爸这些朋友都是帮忙了，应该的。你一会儿把蛋糕给你弟送房间去喽。拿过来了。医生，早上校服费的事。妈，我知道，你别说了。怎么了？生日快乐！喂，挺好看的。他说让我
我把这个给你。啊！怎么了？拿个椅子过来，坐这里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这里。青春期叛逆啊！我说你爸还能害你啊？这些叔叔伯伯，那都是有头有脸有门路的，以后都是你的资源。毕业以后就不用念了，你到哪一家，哪一家不照顾你啊？啊？是的。哎，李晨，来啊，给你倒上。哎，这是你的量。给叔叔伯伯们打一拳。我是学生，不能喝酒。学生不喝，我们家雨山志向高的嘞，不想打工，想考清北。清北啊，北京来的清北。耶嘞，雨山读书这么厉害，怎么没听你讲过呢？前两天来了两个老师，说是要把他们学校那些考不起三本的学生集中起来。搞一个什么特训班，第一个选的就是雨山，说是按照倒数排名找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哟。哎呦，什么清白不清白，人家是咋呀？既没有清白的命，也没有清白的脑子。哎呦，你喝多了，走走走，快回屋睡觉去。雨山，第一。今天你妈过生日，第二，叔叔伯伯帮了我们大忙，要感恩。第三，讲句实在的，这些年我对你们母女两个怎么样，大家都看到了。老大，走快走。你从来没喊我一声爸，大家也都看到了。就这三点，我都干了，必须活。不会喝酒了。好，来，这样我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翻译。啊！哎呦呦呦，我是女真豪杰嘞！Surprise, we fight for every setback.